是什么让我在餐厅拿出了琴？内蒙人都喜欢音乐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太好了！当我背手风琴去盘美食。哎，你慢点走，快一点吧，我快饿死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？全国巡回盘大爷之呼和浩特展，我们今天刚刚在呼和浩特演出完，现在已经晚上10:40了，我已经饥肠辘辘，所以我们不盘大爷，今天来给大家当一次美食博主。带领大家来见一见呼和浩特的美食。这个就是内蒙古的酸奶，这个什么糖吗？放进去。对呀。哇，我的蛋白很好吃。这是奶茶吧？锅铲。锅铲。就用锅装的奶茶是吗？对。菜啊。哇。羊肉串。我这个羊肉串看起来可以。飞梅。给我吃热了，已经。这个又是一个新上的蒙古奶油拌炒米，奶油拌炒米，你们吃过吗？先尝一口。味道入口是一种香酥感，然后有点酸酸的，有点像过年的时候以前经常吃一种酥糖，特别像。终于可以喝这个他们这特色奶茶，这是咸奶茶哦。我最喜欢吃里面这个飘着这个奶皮子了。这是什么？土豆泥沙葱。哦，土豆泥沙葱。哎，你是韩大爷那位是吗？哎，你看我视频啊。我是你粉丝。真的呀？真的。我的呼和浩特有粉丝。哎，经常看，今天来到呼市了。对，我来这儿演演出，我刚演完。琴也带的。对，是我的琴，我刚演出完。不错不错。不行，来一首。现在吗？现在没事。那我要给你来一首，能给我打个折吗？打折，必须打折。你是老板吗？你说话算话吗？算话，必须算话。好，没问题。你想听个什么？既然咱来到内蒙，来点草原类曲，草原的，草原音乐上。草原音乐啊？对，欢快点的。哦，对，不会打扰您吧？内蒙人都喜欢音乐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太好了。必须打折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必须打折。你看我们今天小伙子，嗯，这单打什么折？这单算我的。 Nice。